趁中午出来走一走。今天才发现这里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空中花园，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现在我带大家去走一走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这上面来。现在太阳很大，所以中午没有人来这里啊，因为本身中午大家都在午睡，只有我一个人到处乱跑。这里居然有一个幼儿园，大家想一下，来这里上幼儿园得多少钱啊？现在在农村，一个月都要1000多块钱的这个各种费用。那现在如果来这里上幼儿园，深圳南山这种地方，而且是科技园地带啊，得多少钱啊？这种幼儿园上不起，肯定上不起。像我这种。外面就是沙河溪的，很漂亮的一个公园。在这里看得到啊，中午在这里睡觉会被赶走吗？你们觉得？这里有凳子，我看到了。在这边有凳子，这里是科技生态园的公交车站啊，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地铁，所以来这里上班相对而言挺方便的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地铁它毕竟它只有一条线啊，我是坐一号线的，那这里是9号线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坐这个地铁。公交车我没坐过，这里很多公交车的。很多公交车从这里发出。
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